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现场时间中到12:21，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红来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杨杰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聊聊在疫情期间他在做什么事情哈。当然，咱想关心咱的地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市三民区丰裕里的里长谢习元里长，里长好，杨杰好，大家晚安，我是洪武力里长谢习元。对啊，我们疫情哈、哦，疫情爆发之后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近距离见面，然后今天总算 OK， 就是疫情现在慢慢比较趋缓了哈、哦。那当然在地方上面，疫情一爆发之后，我工作真的很多，尤其还有。包含像打疫苗的啦齁、嗯、那有一些民众他不知道怎么去登记预约啦，我种种很多嘛齁，尤其那尤其在疫苗的施打的部分，里长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齁，是不是习远也跟大家聊一下齁，在打疫苗这个区块齁，你怎么服务里民的部分？打疫苗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还是要看民众啊，因为基本上65岁以上的长辈哦，区公所市府那边都会给他们发通知单，对，所以市府当然是希望这些长辈或者是比较不会输入去上平台的长辈有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长辈可以多学习一下一些基本的上网输入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地址，那个都要必须要学习一下啊。当然真的你真的不会或者是真的不认识字，他政府也希望你可以安心就是在家里等、哦、等区公所然后里长这边协助发通知单给他们打、哦、然后你真的又有身心障碍不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哦长者、然后市府这边也会帮他们安排就是热血计程车哦，有红计程车载、让他们坐到那个施打的地方，对，就是疫苗接种站啊，是就是会很方便，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有一点就是你必须有像坐车这个你要自己要去公所登记这样、也不是说里长不帮你登记、但是我还是会协助，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就是限制在啊、不是说你想做就做这样子，对，不像一般我们随抠随到，那就自己的计程车，对啊，防疫那个叫那时候应该是那时候配合防疫嘛齁，对，而且就是有疫苗接种的这个计程车，那这个也算是市府的贴心，可是这个计程车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般的计程车，对，因为这是它是有任务性质的，它是要载你去施打疫苗的，所以你要事先登记。对，但是我里长其实我也希望家里的家中的那个晚辈啦，对啊，他们自己真的要自己的长辈自己要自己带去，不要说因为就是因为工作很忙，然后都不去协助他们，对，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有需要是打疫苗，因为他们毕竟是长辈，比较有时候行动不方便，或者他们去哪里都不方便。对。那我希望家中的人都可以协助，因为我比较希望家中的人都要陪同，因为你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坐车去接种站，然后他一个人回来。对。然后我就要跨逃跨熬，我就要去看会不会还乐，然后还要去看他有没有回来，有没有不舒服。真的哦。所以。在接种站，你都每个点都要去看吗？大概都会去看嘛，因为一个里大概你们有几个接种站，还是那个站可能不在你们里？对，都基本上不在自己的里内、都是可能是巨蛋体育馆或者是慈济那边、都会有相当一个距离啊。对，所以有些长辈会嫌很远，对，为什么不要在哪个学校或者是哪里打就好？是，可是就是因为我相信市府又是要给大家有一些施打的点会比较舒服，像还有放音乐啊，或者是看什么，就是会比较宽，就是宽敞啊，会比较大一点，这样比较舒服。因为我们也要考量到防疫，对啊，它也不能够太密集，对啊。所以你看哦，那种比较大型的接种站都是在像巨蛋啊，像市运啊、还有像那个展览馆啊，高雄展览馆啊，像比较大的一些接种站嘛，体育馆啊什么的，就是他希望腹地大一点，
因为这样子大家的安全距离才能够拉出来。对，而且车子也比较好停啊。嗯、对，车子也比较好停，甚至有大众运输工具哦、嗯。这个是疫苗接种啊，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比较担心就是打没有，一直轮不到。对，还是说有些高龄的长辈的部分，他们也会担心说啊，这个打这个疫苗会不会怎么样哦？因为有看到新闻啊，会害怕。嗯，应该也蛮多人问这个问题。对啊，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变好像是医生一样，每个人说他有什么病痛或者他有什么有没有人拿药袋给你看？对、啊，都有，可以药袋给我。我就每天都是会接到，就是遇到长辈说他们可能心脏不好啊，这样，反正就是拿药给我看。可是我不是医生，我也不能乱回复他。当然真的，这个我也都希望他们到现场或者你有去回诊的时候问医生、主治医生，他适不适合先打疫苗或者是再缓缓这样子。对、啊，如果就是你没办法可以马上施打疫苗，我就觉得就是他们自己的防疫措施要做好，就是尽量都是外出口罩都要戴好，就是回家要勤洗手，我也只能每天在倒垃圾车的时间这样宣导。嗯，因为这个就是专业的问题啦，对啊，是专业的问题。因为有人问讲啊，我在住在榕下，干嘛安怎啊？啊，我今嘛我在吃什么药啊？吼啊，当然。专业，你要和专业的人来回答，吼、啊，像医生，像那时候我在接种第一剂的时候，我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小外伤、嗯，那时候在吃抗生素，嗯，哦，有外伤吃抗生素，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嘛，所以那时候去加医科，我也是问医生说啊，如果说吃这个药，我可不可以打疫苗啊？医生就说 OK 啊，这个没有冲突，哦，所以我就反正你现在吃什么药，你只要有吃药。例如甲下面有啊，立马去看医生蒙姐我觉得你在回诊的时候，你就问一下，我觉得也比较保险了、嗯、还有在疫苗接种站也有医师，对，你说那个药带什么的，你可点不要都判断，你可以有医生挂接的嘛哈。医生他总是可以判断说，哎、欸，这个药会不会有影响、嗯、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是要自我评估一下，像有一些是。可能长期是 C 型，对，哦，还是讲有慢性病哦，他甚至他可能有不同疾病混合在一起，有心脏的问题，还有糖尿问题等等，这你可能要交由你的医师哦，啊，现场再去问一下，真的有合适来施打，而且现在疫苗种类蛮多的，嗯，你可以选择哦，我可以选莫德纳啦，我会或者选 BNT， 现在有 BNT 嘛，哦，或者是选 AZ 啦，你就是可以选一个。好，该傻逼耶！吼，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啦。因为现在也有65岁以下的民众，就是登记一直登记不到。然后我现在是卫生所是有说，只要那个疫苗你全部是先打够。嗯哼哼哼哼。然后如果来到的不是你想要打的，你就不要就是取消，这样就好。然后重新预约这样子，那其实都一定会打得到，只说你要等待一下这样子。对。那里长这边也只能做协助，或者是哪边可以先打，嗯、我都会。先去找消息啊，这样我也是一步一步去找消息，然后可以回复，我就尽量回复你。对，然后就是真的打不到也不要乱骂里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配合区公所在做事情，发单子也是一样。对，好、哦，如果你真的没有漏掉你的单子，然后赶快给我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请区公所那边赶快补单子，只要符合年纪。啊，就是都随时可以补到单子，对，甚至说你符合年纪，你跟没有单子，你也可以拿着健保卡、身份证，或者是第一剂打完了、哦，你有小黄卡，就直接到接种站，然、哦、后他就可以给你补打了，这样子。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政策上是蛮方便的，嗯、啊，有时候自己要稍微厘清一下，对对对，而且。现在也可以用健保卡，对哦，对不对？啊，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手机不太会用，其实像超商也有健保卡。对，因为像有一些长辈他不会输入他的身份、他的个人资料，那我想说用手机有时候、嗯。也是不太方便，而且像我最近都老花了，我都会跟真的、哦、跟长辈约，跟长辈约到便利商店，直接输入他们机台，他们那个机台就是蛮方便，而且键盘也大，萤幕也大。对，好，那我也是顺便教长辈如何输入你自己的一个资料。对对，因为我觉得长辈哈、嗯，他们就是比较怕学习、嗯，因为个人资料，对哦，你会打自己的名字，然后身份证、电话，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比方说一些弱势都是一定是对对一些低收入户的人，不一定、啊、对对对、嗯，因为你现在你不会一些基本的输入方式，你才会真的变成弱势。因为现在时代吼，一定愈来愈方便啊，像杨姐我的妈妈哦，本身伊较早就
就不想要耳智慧型手机、啊，所以他以前哦，他都是用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老人机哈、嗯，就是一波荧幕诶，就诶，那这个哈，他从去年开始，他真的也是强迫学习，因为也是有一点强迫学习，因为现在要买到老人机也是不方便了哈、哦，因为其实老人家。真的都会用手机，可是他们看的东西就是看抖音啊，那些、哦、看好笑的影片、啊、你就会远远看到他们在那边笑，可是他们手机有时候都拿得比你好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对，其实是老人家的手机都也是拿很好这样子，萤幕也很大，对，他们就是比较不想去学习这样而已。我觉得在学习的部分要稍、嗯、要有一个契机，对对对，爱有一个可以想要去学的动机啦，好、嗯、像。我举例我的妈妈吼，她以前很排斥学用智慧型手机，啊，结果已经嘛吼，为着被视讯，因为我跟妈妈住比较远嘛吼，那为了可以视讯通电话，她觉得哎、欸、这样很方便啊，嗯、我很远我还是可以看得到你吼，啊喊个孙啊开杠啊用视讯，她都觉得哎、欸、这样很方便，所以她现在已经会用了，啊只是有一些新的功能，你说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一次教我太多，我真的学不来，對對對，就可能一次教一样。啊，你让他重复学习啊，一些了，伊就知个哦，起接的通话啊，起接的吼可以当开镜头啊，是，他可以慢慢的学习新的东西。我觉得至少他有在慢慢接触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啊，伊的嘛感觉方便呐吼、嗯，而且他有个学习动机，就是比如说用视讯通话吼，又可以看得到我们吼，啊也可以看得到爷孙呐吼，感觉哎呀你就欢喜哦，阿妈大刚弄看到你吼嘛就欢喜，所以。就变成是他有一个学习动机，对、啊，所以也是未来有机会想也是开一个手机的课程啊、嗯，让大家来学习、欸啊，因为有的用手机啊，你不要觉得你麦开始讲少年人刚刚什么物件足简单，可是对咱的长辈来讲，有的因要学足困难的、欸，对啊，真的要慢慢的去教他，所以我觉得喜悦你的想法很棒。其实很多社区其实也有在教。一些长辈用是如何使用手机，然后就是有爱说我们的活动中心有点远、嗯，对 对, 對、啊、然后有时候我的场域自己地方场域又太小，没办法容量那么多人，对 对, 對，但是会很尽快去规划这个活动，但是长辈可以拿着他自己的手去来学习，对，不会那么困难，不会那么困难，真正没该困难哈、嗯。那是因为你在疫情期间，你还有做哪些事情呢？我看你的那个整个。你的脸书上面很缤纷，然后因为喜远又邀我去看一下你们画的那个彩绘墙，那个是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铁皮，对对对，铁皮的那种外墙，嗯，好、哦，那这个你们这个是在疫情期间你们一起做的？哎、欸，其实疫情第二次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啊，彩绘墙这个都还没有去想过，我当然是疫情爆发我就开始就是每天大概下午三点的时间，就是带着那消毒器去每个地方都喷一次消毒。对对对，啊，就是喷了之后都比较容易，比较不容易有蚊子啊。其实也都一个消毒这样子。对，我每天就做这些工作。哦，那彩绘这块就是刚好配合都发局他们铁路绿廊道在美化，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每个屋子都是。屋后嘛，啊，现在你铁道那个绿廊道，对，变屋前了，开道路嘛，对，就是道路旁边开始建设之后，然后开放了之后，他们的屋后其实都比较脏，然后也比较很多壁啊，哦，对对，啊，然后刚好我们绿廌道就是有第二期，其实也不算，我算我们壁画是算第二期的啊，就是刚好就是邀了。十位艺术家、啊，但是总共有是八位参与啦。我们有十面的墙壁，十面的墙壁，从正义车站、民族车站这边，啊，一直画到我们丰裕里、对千秋里这样子。然后刚好有十幅，然后最近好像又增加了三幅，哦，然后有八位艺术家共同创作。对，然后丰裕里就刚好有两面，都是你画的吗？对，就是我设计的，然后有一个老师来协助。创作这样子、哦 okay ，因为我当里长要全程在那边画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我可能爬楼梯爬到上面，然后马上就有电话来了，就有电话来了，光爬来爬去，然后其实可能出去就被骂，然后回来可能心情也不太好，要画图其实有点困难，对啊，就是当然有老师，还有一些树德科大的学生来协助、哦、一同创作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等于这个是因为。
铁路地下化之后，对，有一些。有一些你原本看得到的哈，可能有原本是藏起来的，对 对，现在就变成哎、欸、是大家 open 的空间看得到了哈、嗯，所以就变成要做一些绿美化的部分啊。当然这些东西都还是要取得屋主同意啦。对对。那我的我刚好就是比较幸运，两个传统产业，对，好屋主都很愿意，就是对听到里长这样说，他们就立刻就是 OK， 就是 OK， 那、啊、就去画这样子，好、啊、我们就很顺利，我们就是第一个完成。取得同意书的，那是哦。啊，其他的可能就是公寓啊，或者是比较旧的华夏，对，他们可能每户都要去征求同意，征求同意。有的人一下子愿意，一下子不想要，或者是看完那边画完，觉得不错，然后又要写同意书，又要写同意书，都会比较过程会比较复杂，对，也比较慢这样子，嗯，比较繁复一些哈。那这次，席瑞，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设计的这个这个图哈？因为应该是说，其实艺术家每个艺术家他创作的图案不大一样。那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以你的创作为主呢嘛、嗯？对不对哈？跟大家讲一下你这次画的哪些？我其实这次两幅都是还是以动物为主，因为我就是想营造一个幸福动物共荣的一个社区，我还是以动物为主。那我第一面是在一个传统产业的比较长幅的那个作品，其实它是从柴山的猴子哦，猴子，然后到旗津大船入港，对，然后一直到高雄意象的画面，对，然后一直到绿园道就是的一个意象。那、其实我也是希望说绿廊道开放了，它环境变好了，对，那你不要让它到处都是垃圾，因为你给你一个好环境，可是你没有去保护。对，而且你停车就停车，不要把一整包的垃圾都往草皮丢。哦，因为我在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都是乱丢垃圾，槟榔渣吧，就是摇摇杯啊，反正就是往草皮丢，丢丢丢，根本也捡不完。再热心的也是捡不完这些垃圾了。然后就是运动的人也只是看到啊，做很多垃圾，为什么不捡？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被讲。但是不是我们想要这样子的，是啊，因为绿廊道还没有全，其实还没有算全部完工，其实可能还没有一些清洁人员会来到这个点，对，来做整理，嗯，那我也希望也可以发起一个运动啊，就是大家，就是你在那边健走也可以捡垃圾啊，其实都一起维护这个地方，对。然后其实我们画壁画，有的人也会觉得我们画的不是很好，或者是画这个太可爱了，画这些都是 gay 的，因为他们要停车哦，对他们停车比较重要，因为大家家里可能现在车很多，对，车很多，摩托车也多，没地方停，大家都只为了要停车，对。对啊，其实我们也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啊，但是毕竟美化就是。希望让这个地方能活化一点，不一样的气象在。对对，今天我们的后面视讯的后面就是这次有几个活动嘛哈，这个是那种动物的嘛哈，这个是你的那动物派对的嘛，对，然后这是要第三届，对，然后其实第三届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啦，这是比较可能无法举办游行，那我就希望以静态的为主，对。对，那只大猫听说是可以上街的吼。哎，对，就是现在轮子还没有做啦。那其实我每次以活动都希望让一些地方可以变得不一样，然后让它参与度很民，就是里民或民众的参与度可以参与在进来这个活动当中。像我们的街友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街友怎么参加？反正他也就是坐在那边喝酒，反正是他就我就做。做事情做到看看，我有时候都会闲聊，然后你要不要来参与？哦，啊，就是他就开始来帮我刷油漆啊，真的哦，对啊，街友来帮你刷油漆，对对对，啊，但是都没有条件的哦，他就是想要做，他就要，他可能他心情好，他就来做这样子。哦，那我希望说街友不要只是说在那边一直喝酒，我希望也是让他能改变一下他的心境，对，让他一起来参与这个。虽然他不是我们这边的里民，是，可是他就是每天都是来这个公园坐，对，反正就望着天，反正也没事。然后朋友来就在那边喝酒，制造脏乱而已。但我希望可以让他们改变一下不一样的心境啊，反正就是一起创作，他也会很开心。对对对。然后他也会帮忙我维持公园的环境，对，都会有，就是慢慢改变。比方说哦，一个慈善团体，他就一直发便当，一直发便当，就是。做好事情，对，也不一定。你没有一个去
对，就是给他们就是要宣导一些事情啊，就是你们吃的便当就算不好吃，你也不要乱丢啊，或者是怎样吃，就是不要去制造人家的困扰，脏乱跟困扰，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们不会跟你讲这些啊。对对，那我里长都希望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习惯，对，就是虽然他们也是真的不习惯，因为他们自由太久了。那我希望都是也不是说我很喜欢练他们或怎样，我希望可以跟他们当朋友，为他们虽然都会讲他们之前的风花雪月，对对，哦对，可是你现在就是现在就不 OK， 我也很难讲说怎么不 OK 啊。反正我就希望跟他们变得好朋友，希望也可以用我里长的身份跟他们说，哦，你要来我们这个社区，你就帮我一起维护维持，对，我们也不希望说你都被人家骂，或者是赶来赶去，或者说你是疫情的破口。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疫情的破口，因为你看他们的。他们都没有，也没随，他们有随处移动吗？也不是说你看他很脏，可是他们也没有生病啊。反正就是都只是比较脏而已，可他们就是还是很可以哇，那边喝酒喝成跟什么一样，就是好像很健康一样。对啊，都，我是希望可以用活动的方式啦，就是带动社区的一个不一样的氛围这样而已。对，好，时间关系，让电台进个广告，等会广告过后再跟我们高雄市三民区丰裕里的里长谢习元里长继续聊，等会马上回来。狂贺！狂贺！再度狂贺！快乐联播网台中网传统电台原味初恋节目得到第56届金钟奖生活风格节目奖。在这儿搁再一次感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长期支持，精彩的好节目拢在快乐联播网。请全国好听友邀请好朋友做伙支持收听快乐联播网，每天拢真快乐哦！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从8人坐小巴到43人坐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哎，你哪会知？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哈，这严重哦。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大家好，欢迎时间12:45，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口播的讯息，就是2021国庆焰火在高雄，哇，这个星期就要来举行了，非常期待。暌违20年，国庆焰火在今年重返高雄。双十国庆当天晚上7点，开始晚会的表演。那大概接近8点，将近20000发的焰火呢，在高雄港区释放。精彩的节目内容，高雄市政府安排多元的平台直播，还有转播的服务。服务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民众哦。那欢迎大家，如果你没办法在那时候到我们现场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中华电信 MOD、哈密 Video、
Light Day Yahoo TV， 那 Yahoo TV 只有提供烟火的一个表演哈，那欣赏活动的直播。那另外在电视的部分呢，一电视综合台年代 Match 台负责活动的转播。那我们的民众呢，也可以上到高雄市政府官方 YouTube 以及高雄一百脸书，共同来欣赏灿烂的焰火秀。好，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市政府来提供哦。好，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高雄市三民区丰裕里的里长谢习元里长，里长好，大家好，对。这个烟火释放了，你们离那边看得到也蛮清楚的，因为艾尔就在旁边而已，所以很清楚，只要在高楼应该都看得到，对啦，因为像之前杨姐有访问那个观光局的主秘嘛，还讲到说，因为这次的烟火是高空烟火，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比较摇滚区的话，你也可以在高楼层也看得蛮清楚的，你就反正就是眺望港区的方向嘛，吼，应该也不错啦，吼。好，那我们讲回来，就是在我们的社区的绿美化的部分，那有听杨姐节目的朋友啊，还有看过里长上杨姐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其实你们也都在营造所谓的动物友善的社区，包含像你办动物派对，为什么有那么多这个猫咪啊、猫狗啦，有这些动物的游行派对，你也是想要宣导就是友善动物。那其实在我们一直在宣导说这流浪动物的问题啊，其实流浪动物要真的能够完全的解决吗？有时候也真的是不容易啦，真的是不容易。可是流浪猫、流浪狗总是要有地方让它去啊。如果它饿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乱咬垃圾，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地方头痛的地方。那里长，你一直都在做这个社区友善吗？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你们有做哪些不同的改变，还是有新增加哪些东西？像你说流浪动物问题，它是制造垃圾的来源，它其实都是污名化，因为你只要不要乱丢垃圾，它就不会去咬垃圾。不会去咬垃圾。哦，对。然后你喂食的人，你不要乱丢厨余，就不会有环境脏乱的问题。因为你乱丢那些厨余，其实猫咪他们都不会去吃啊。真的，我看到那些真的，哇，就臭在那边，然后它也不会去吃。对，因为你吃的东西，它也不就是。可能他也被喂饱了，可是你丢的东西就是鸡头啊，什么猪皮，什么鱼骨头，其实他们都不吃了，不吃，因为我自己闻的都受不了，猫咪哪闻得了受得了？对，也不是说腥味，就是腥味就很重，反正你就过去，我就去把它清掉了，我都是直接都清掉了。对，我就希望，当然那些我比较知道的，我可以掌握的爱妈，他们喂食，他们就是很干净的喂食，他们会清理。哦，他们喂喂后去，对对对，然后无法掌握，真的是站在那二十四小时，我永远抓不到，真的、哦。对对，因为他们时间出没的点都，你也无法掌握啊。对啊，或者他看到我站在那边，他们就不敢来了。哦，对，很难，超难的。哎，有时候会看到他可能拎着好几包的厨余，还是说那种饭啊，是公司冷冻哦，就是直接都放在车底啊，就是放，然后其实都会让这些浪浪们都被污名化，然后就说制造脏乱。他、为什么那么爱养？为什么不带回去？对，他、其实非常困难。那我就尽量就是做结扎，让他们就繁殖量就不要太多。对，然后流浪动物小屋现在要升到第三代了，因为毕竟是木头做的，你只要放在一年，放在户外吹风淋雨，它就是会坏掉。对啊，如果会好好清理它的，就是可以保持就是比较久一点，对。然后那我现在又做了第三代的，就是多了一个屋檐，猫咪可以在那边睡觉这样子，就是比较不一样，而且材质会用得更好。对，就是比较坚固一点。对对对，也不是说坚不坚固，因为它毕竟就是放在外面，就是很容易损坏啊。然后就是泡水，它就是木头的东西，就是会的。如果要做铁的，没有那么多费用。对，因为这些都
没有什么在支援我的，对，那我就知道只能卖自己的画，就是可能贱卖画，我就是可能我要做一个事情，对，然后希望大家来认购我的作品啦，也不是强迫，反正我就是有一个目标，对，我要办活动，我就是募资到一个金额，对，好，就是不要太多，就刚刚好，对，然后未来要做得更好，我们再来讲，那我们这是第二届我们的旧风派动物游行派对啊，我们就得了经典奖的认证标章，我觉得也是很高的荣耀了，是，对不对？是。然后第三届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就是以静态为主，就我们就做一个大猫，对，好，一脸比一脸还大，还大只，对对，今年超大只。然后再也可以结合这个我们刚完成的两幅壁画，如果你烟火还没有看到，可以先到我们看壁画，拍壁画打卡，这样拍照啊。对，其实也都在沿，就是周围而已，好，你可以先来拍，然后骑脚踏车你就可以。不用骑到那里的机车开汽车啊，反正骑脚踏车，你就可以这边环境绕一道这样子，也不错，或者是整条的绿廊道的壁画景点都把它打卡一次也可以啊。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区环境需要大家去共同营造了，因为其实那种流浪动物的议题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把它想象的非常的不 OK，我会觉得说，你看到那么多的狗，你就叫动保处来抓就好。上次杨姐有问那个动保处的处长嘛，就是很多民众遇到流浪狗，就说哎，卡等我动保处，哎，1999刚刚叫我流浪狗，叫动保处来抓。有时候说实在的啦，这个小狗它有可能是走人家走失的小狗，那有可能是跑来的也说不定。那另外这个小狗呢，你把它好，你真的把它抓到收容所了，收容所也满啊，对，收容所也是满的啊。那有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哦，所以我们的社区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营造啊。像里长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大概欧北七嘛，啊，欧北七你胆呢？你我觉得台湾人很有爱心是没有错，可是喂养的方式真的要注意哦。这个喂养有时候你丢在那边，你丢了就走了，你也不去管，那后面如果你狗狗没有吃还是没吃完，就变成会有味道哦，民众也不喜欢。因为我会随时在我的泥内这边穿梭啊，其实穿梭真的，我就是我晒那么黑，就是在那边到处穿梭啊，就是也有一些民众都是会没有牵绳，然后就让狗乱跑。哎，这个很严重。他有去追猫咪，他其实会发生很多意外。对对对，像很多人现在都拿手机啊，其实开车也在滑手机，走路也在滑手机，那些狗猫冲出来，你根本也不知道，有时候没看到，对，都会发生意外。当然我都会去劝导那一些民众，对，他、啊、当然有时候没有穿里长背心的，然后说阿里像啊，反正都会被凶啊。我都，但是我又不可能24小时穿着里长的背心，对啊，反正我都还是劝导，被骂就要是被骂了，对，他、啊、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其实流浪动物，我们就去尽量去结扎，但是我的风域里的里民那些都知道我有在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些问题其实都已经慢慢的减少、比较没有很多人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养猫这个。对 对, 對，那我们就是流浪动物小屋，其实它也是移动式的，对，我们这个地方解决了，我们就把它移动到下一个地方，感觉就是好像很多，我们就去处理这些问题，反正就是很自由应用啊，不要说都没有办法，很难啊、但是我们就尽量去做，对对，因为我也尽量是宣导啊，是在到垃圾车之间啊，对，阿嬷阿公你都不了解我下面被骑这個，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喂猫就是让环境很糟的一个事情，可是他们讲100遍，我就回200遍给他们，哦，反正就尽量对，就尽量让他们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好猎峡谷，就是都、就是。前期的话啊，反正我们就是让环境变好，反而是一些回收户的，他们比较不注重这些环境，然后一直制造更多的脏乱，对啦，然后跟他们讲还不行，对啊，不然你去弄一个地方让他们收回收啊，其实我也知道大家都有，就一定要有收入啦，但是毕竟你不要制造人家的环境的问题、或者是制造邻居的困扰，还有安全性也很重要，对啊，因为你们就一直说，而且有些回收户根本不是住在风雨里的，不是你们的里面，对，然后他就在制造脏乱，然后把整条路都丢得乱七八糟。好啦 ，OK， 来，里长最后30秒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结语。哦、
结语嘛，就是国庆烟火要到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绿廊道走走，骑骑脚踏车，然后看看美好的壁画。对，这美好的壁画有两幅是你的作品。对，这是沿线很多壁画了，可以来看看，多多欣赏，然后多多鼓励一下。对，风格都不一样。对对对，好，好，欢迎大家呢，真的国庆烟火可以到高雄来欣赏啊。我们听众朋友哈，大概小姐哈，那请别喝一杯，当来高雄观光哈。那如果真的哦，我们真的不方便到现场去的话，其实我们高雄市政府有一些直播的平台，还有呢，我们今年是高空烟火，所以你可以站在高楼层，对，或者是顶楼都可以欣赏到我们今年很漂亮的国庆焰火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市三民区丰裕里里长谢习元里长来到杨姐节目喽，谢谢里长，谢谢。好，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杨姐，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拜拜。